你我们这个就是让他试睡，你不用钻一笼，对，你就照着我指哪里，我们试灵活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能够让他，如果能够让他自己弹开是最好。哦。能够让他自己弹开是最好。嗯。就是表示说他灵活度非常的够。是啊。现在还有点不行啊。不是不是啊，不是有点不行啊，这很行啊，只是我们要求的标准有多少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好像一个摆轮，你要摆脚270度还是280度、300度、310，这个是要看我们要求的标准多少。但是他有给你一个通融标准是260度就够了，但你要做到305、300，那是我们要求的标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个 test 我是说我们在 test 的时候最主要的时候 ，test 的时候是。这个是主要，就是说，它能够在最小的摆脚里面能够动。嗯嗯，你了解我意思没有？是是是哦，像这样摆脚是蛮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能跟它缩小一点的摆脚，它也能动的话，哎，哦，它能够脚像这样不哦，那我们要做到说能够说，我、哦、在这么小摆脚，它一样能拉得上去，就表示它动力的完全舒展的时候，它是完全。开放的，它没有受到闭塞，或是受到挤压，或受到阻碍，所以它会在很小的角度上面，它能够把我们的鸡爪放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试这个表，试这个钟，任何的原理上，我们在试这个表，试这个钟顺不顺，它能不能够顺，其实在很短时间看它摆脚就知道。哦，像这个摆脚不大。对吧？不大它能够起来，然后它越来会摆脚越大。对，这就是证明它的。证明它里面的机械润滑什么都够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我指的时候，再有你就再近一点，你就往塞那。像这个，我们主要的这个，啊，我们主要的这个，它在衔接的时候，跟下面这个脱移的状况，有没有？它现在摆脚越来越大了，对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从这么小摆脚表示它会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然后呢？我们再来去注意校正它的时间，我们一定要先让它顺，对，顺了以后，这个钟我们才能够再校正它的时间。嗯，所以那在我们理论上来讲的话，原则上来讲，它是不重视水平的啦。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一般差一点的水平里面，它不影响的。是。但是大水平，我们那天开车我们证实的时候有影响。那现在就是先我们把针整个像确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整个。整个针确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说，我们发现说啊，针是卡到问题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把针确下来。我们其实正常在测试中，我们把针确下来的时候，也要看它的情况是怎么样。你知道，像我这样拉，你像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所做的动作、所做的行为，都会影响摆脚。所以说你说有没有关联？有，不能说没关联。是是是。对对，你看我现在如果说这样子拉。出来一点，哦，这样拉都会影响它，有没有？感觉都已经在影响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所有的机械中，所有的齿轮，所有的衔接，所有的动作，互相牵制，都是有牵制，都是有关系，只是说它关系者大跟关系者小，是它是关系者近跟关系者远。所谓关系者近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关系者近，什么叫做关系者近？来，你再强调一下。我在指的时候，张勇来，你往这边找。我所谓关系者近，就是我们的群众，也就是现在摆轮所谓的最细腻的力的在做分割的时候，这是关系者最近的。对。所以他一有问题会马上不走。对。这是最接近、最接近、最小的力，所以最小的力是关系者近。嗯嗯。因为关系者近，他一有毛病，他一定不走。对。然后这关系者近里面的毛病，包括了油。包括齿轮，包括了间隙，包括了润滑，包括了所有磨损，包括了所有的高低，包括所有的直角平行，所有的线，这个是我们在物理所讲的，我们维修上面讲的关系者近。所以关系者远，什么叫关系者远呢？比如这发条里面的动力，在某一个弹簧上的疲乏，它不是全部的疲乏，然后它会走时呢，会走个半天或。30个小时之后产生慢或停，这是关系者远，它不是几秒就影响的。关系者近是这几秒就影响，马上就显示出来，马上显示出来。关系者远，就是像发条啦、中心车啦，像这些都是关系者远，它不是
不是马上就会状况。比如说这个齿轮它上面如果它润滑度不够，甚至间隙不够，不过润滑或是油不过的时候，它产生了所谓的毛细现象，所谓的金属互贴，互贴的状况的时候，油太多产生金属互贴状况的时候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几个小时之下，它会几个小时才受影响，它才受影响。它受影响会什么影响呢？我们会看到的，我们的白角会越来越小。当我们慢慢的逐渐，今天手表受到关系者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白角再次产生变化的时候，就是它的毛病就在那里已经产生出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针或者是今天什么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，它，你看它白角产生变化的时候，我这样一直拉它白角，一定它产生变化，你看听到吗？对。然后我如果放开它能够在恢复的时候，就表示说这是因为我们外在因素去破坏它，所以它会停。你了解我意思没有？所以我们今天检查也好，维修也好，也就是从这最小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角度就是不愿意我们做大角度的让它摆动，然后油量呢，我们要控制到说刚刚好，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也不能没有，这是最难的地方。到底这些东西油量有多少？才强。离婚没有规定，也没有告诉你这些文献，也没有给你这些资料，因为毕竟是200多年前的一些过程，那靠经验了、哦。那就是不是靠经验，也第一次修这个钟，那你就什么靠 test 了嘛？一直反复的测试，反复的测试，反复的测试。然后正常修这个钟，在 test 是要一个月，修好状况要一个月，因为这个钟没有一个月，你发生不出它所谓的关系者远的状况，跟油的多少对待问题，关系者远我们发现不了，所以这个是要一个月的 test。好，暂停一下。